一些企业方面的青年管理人才在。嗯。否则的话，就不会对杭州这个回报非常成功的。对于很多球迷来说，这个吹吉吉，哎，太精彩！这是男人的典范呢、啊，怎么娘炮啊？这是野炮啊，野炮，野炮，野炮。不是，你知道，你想的对，就是这个年头啊，确实我们感觉啊，很多东西都是人为制造的。当这个复发剂来说啊，其实我们也有改变，我们是台湾的一份善意，是吧？台湾。